你应该抓住此刻的反手，恐惧中的兴奋，并借用它来冲击。Got secrets I can't tell. I love the smell of gasoline. 好久不见。I like the match to taste. 我不是大王八枪。当我画出来那是你最的样子，因为你的画，一个警察牺牲了，你的画害死了一个警察。我希望以后我能帮到你。你对监控很了解，对着监控画像，这不是我的基本功吗？到底是谁啊？你再这么动，我报警了啊！这个时候还画得这么好，枪是保护你的最后一步，明白吗？面临的大火烧掉了他全部的作品，从那之后他就从美术界彻底消失了。你是真的疯了。这个重新结构为什么我还是记不清？我画不出来。死去的人也是有表达的，很多时候这种表达比活人更可信。这就是你选的路吗？我要成为改变结果的人。可以画像了。别感冒了。